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Dua， 今天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维内衣品牌 Prettyam 设计的空间。这个空间原生是一个办公区 ，Prettyam 希望可以呈现给客人一个可以更衣、触碰到实体商品的一个空间，所以特别设计了规划一个这样的陈列区。他们的漆液识别是一个深粉红色，所以 Dua-p 选择用浅粉红还有藕色来粉刷办公室的一区，来作为我们的更衣区。那会发现的是呢，空间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白板，其实我们没有它使用的功能，所以我们最后选择用贴皮的方式进行包覆。特别选择了大理石纹以及粉红色，可以跟旁边的墙壁颜色呼应。不管是衣架、衣杆或者是饰品，我们选择的是金属色或者是玫瑰金，因为我们希望这空间中带一点轻奢风的感觉。旁边这里是我们规划成为一个更衣区，因为窗帘拉起来之后光源不足，所以我们在里面挑了一个吊灯。那在下面会看到一个很大片的铁件，它没有办法进行拆除，所以最后我们选择使用地毯来做覆盖。另外一方面，如果客人在里面做更衣的时候，脚底板也会比较舒服。更衣区的旁边，我们选择了一个小沙发，让这个小沙发可以提供给客人可能看商品或者是拍照打卡的地方。那最后，大家如果对 Dua-p 的空间软装设计有任何问题或是疑难杂症想要询问我们的话，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脸书、IG 或是官网询问我们哦。